很漂亮的，超漂亮的，全世界只有这一把哦，独一无二。这我的专属特制的，给他设计我的联名款，整个设计的，我设计，他设计他帮你，厉害啊，也不少钱哦。那不枉多软，姐不手软。哎，你马卡是真保险的，你看表没做好，但是这个要放在四根呐。你讲羊肉提升，你吃可能羊肉哎。打我怀疑贵气呢。我吃头前无定骨壳，我放这个定骨壳。中耶，中耶，我去那边收藏。那另外这个，我靠你假料，时间太短。我听你说假不贵，那可以贵了不完呢。死马当活马，那贵。因为我以前比超级红人榜的时候，姚老师就在我旁边，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唱歌爱较加油，我你的气口就差一丝丝啊。”啊，今麦伊在讲哦，就觉得好像活生生的摘要。很感谢的，竟是廖婉君，是我是好记的新秀，对，新人廖婉君。然后请大家多支持，因为我在去年2022年，我发行两张专辑。月姐什么时候可以跟你合唱？我觉得都可以啊。你看我丢，我丢一个趁机，人家说我机会赐自己找的。就是注重注重欺负老伙仔人，老伙仔人真久无来啊！哎，做孙，真久无来。阿婆啊，看到阿婆爱礼貌。我第一届做孙呢。不然你是你吗？我以前都能恰找我哎，那我的那风女十八年呢，难得的。啊，乖孙嘞，乖孙嘞，乖孙嘞，阿妈金子嘞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拿钱嘛，我要去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那里叫阿妈嘞，无礼貌，我拿钱，阿妈啦，跟阿妈讲话不得不实，这少年人真正，阿妈这老无嘴气，搁拿钱，嘴气万一来怎嫁掉嘞？阿妈，你真不无来啊？嘴气落去怎嫁掉？你真不无来啊？阿妈未来啊啦。对，就不用进去。那我为什么要看电影眼镜？就是人家有教我，他在那边，就是把鱼尾纹遮掉。把遮着，我叫到乌鸦脚。乌鸦脚。哇靠！所以鱼尾纹都不见了。你看啊，那个一百遮三丑，啊，一镜遮三纹。不要动，人家来帮你做造型。你帮我那个。要飞要飞不高，我去你面前伸进你一个温暖的怀抱，不然你要就算不散太高。你帮我一二三四，可是我确诊不敢，第八个是跟第九个中间一个空下压，大流感，因为刚刚被蹂躏了八，第八个字跟第九个字，刚才都一直飙高，看你是要控制还是要压下来的。我是觉得是不是直接把它那些病毒啊病菌冲出来，可是我的麦克风，好，下一个，要用酒精洗哦，都粘在上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